别提了，这以前啊，每开一家客栈，过一段时间就得烧掉，重新找一个地界再开一家，东躲西藏，真太难过了。你看现在，哎，好了，终于可以安安心心、踏踏实实做买卖了。但是你看你这还不如以前呢，你看看这鸟不拉屎。你呀，就是个老财迷，你学学我啊，多潇洒。 吹什么牛皮？你若真的洒脱，先把赊我家的酒钱补上。就是，一个个酒都怕老婆，偷偷摸摸喝的，娶内鬼，还好意思在这里聊逍遥洒脱？来，娘娘，来，干了！杯。对了，季先生，青衣最近怎么样了？ 那场大战过后，青衣也终于悟道，重化蛇身，潜心修习大道功法。现在正是他修习功法最关键的时候。这几日，正冥想呢。青衣，一段时间不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那你继续修炼啊，我们喝酒了啊。爷爷。 季先生都来了半天了，你怎么还不出来啊？爷爷，快点出来了，菜凉了。弟弟来了，宝宝看谁来了？睡醒了。哎呦，睡醒了。见过季先生。不必多礼，哄孩子要紧。 哎，孩子这模样长得像母亲，浓眉大眼的。瞎说，当然长得像我了。说什么呢？啊，哎，让我来帮忙。局内啊，局内，彼此彼此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来吧，喝酒吧。来，来，哥，来来来来来，干了，干了，你少喝点，你也局内，干了，干了，来吧来吧来，怎么给他喝酒啊？哎呀，咱们喝啊。 掌柜的，弄点吃的，再准备间上房，我明早还要赶路。不知道客官是要去哪儿啊？微微者，西玄。嗯。